英桌球会馆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300,000，总奖金近1,250,000元。2022至2023赛季，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,000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宝盈体育、振宏胶边、农夫山泉、野豹台球杆、奥斯本兹球杆、威亚斯、LP 球杆、威力球杆、奥秘球杆、三国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李斯球杆、波茨杆、海林桌球、AMPM98、TK 格斗生活馆、互益灯具、胜利者沙发、TP 巧克粉、摩顿地毯、企鹅直播、虎牙直播、小麦皮头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雅乐美台球、蹭个够商城、赛克斯巧克粉、施博台球杆盒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21至36组第八场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张婉玲，运动员黄金福、孔维利。二号台裁判员徐小玉，运动员胡博毅、胡毅红。三号台裁判员熊亚琴，运动员吴晨星、李仁祖。四号台裁判员何燕慧，运动员关布佳、博俊杰。五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牛君杰、吕广瑞。八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英国选手迈克尔希尔、蒙古选手达额尔登巴雅尔。九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米勒、王瑶瑶。十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乔建强、李斌。十一号台裁判员于美子，运动员张雪、越南选手乔天熙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张娜，运动员李佳月儿、孙明明。十三号台裁判员王景一，运动员姚东斌、马红军。 TV 二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运动员王颖波、德国选手维罗尼卡·伊万诺夫斯卡亚。 TV 一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记录裁判员张梦蝶、季林慧，运动员王宝山、陈思明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预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王宝山获得开球选择权。
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甘肃兰州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张庆颖。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边的王宝山对阵画面右边的陈思明。这场比赛是胜部的第二轮，输掉的球员不会被淘汰掉，可以继续的败部突围。依旧是限时80分钟抢七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王宝山开球。好，首先来看一下王宝山的开球。一上来这个开球啊，第一个球没有扎正啊，力量比较大，飞出了台外，先后自由。先后自由球。好，首先来看一下选颜色。花色左边的中带可以选择啊，右边也有10、15。啊，找机会呢，去把下方八号球这个球堆呢还要带一下。看这杆，白球呢可以两库高杆，边库底库向上的奔着五号这个位置呢去带一下，要发力。带出来看看效果怎么样，还行啊，这个位置的上方13号可以打的中带15过渡，对，再看12的右边中带，后面呢角度合适啊，打12中带呢下来把11减掉8号中带，过渡。轻推就可以了。再推下。第一局陈思明胜，比分1-0，谢谢。
第二局，陈思明开球。右边中袋七号，左边九号进，上方有个十五。可以稍稍带一点右塞高杆，花色上方可以选到。推出来可以叫十，下来看一下中间，两边十二十三，再往左下方看啊，这花色两颗位置是非常好的，主要就是八号的袋口，应该再看黑八右下角。可以打。好，交到十。再来啊，看这个方向有一点点向下的，都可以用中低杆直接往下蹬。稍微有点低，那这个球可以变成底带啊，就是现在正右下方这颗，还有左下，这个位置是不错的，两边都有。没问题。对，留一个左下方合适的角度调黑八。再来低杆边库向上。可以稍稍的偷一点点左边的带角。第二局，陈思明胜，比分2-0，开球青苔，谢谢。第三局，王宝山开球。好，继续来看一下开球。没有扎进。上方十四非常好选啊，中带有黄衣，打单色下来的话，这个五四还不太好过渡啊。那么看花色，上方两颗下来一个十五，中带这边十二可以接力，左下方两颗，选单色。
底杆回来，看看这个二号的右上角，打进红三下来，中间有一个六的过渡啊，下方看看五，左边这个七倒是可以单独打，需要一个准度。角度有点直啊，这个球红三，看交位吧。白球从上方顶库下来的话，可以带一些高杆的左塞，然后可以有双位啊，右边中带，右下五，左下七。主要就是因为架杆，所以这个杆法运用上就不会说特别的好。要发力，哎，看准度。没有打进，还是这个白球交位上往下过渡的时候呢，稍稍远了一点点。哦，花色，花色现在呢右边是不太好进攻的，左下方呢可以考虑一个帮进或者双下。继续的花色，十四、十五，啊，下方的五号。没问题，可以到四的左下角刚好，而且角度有，可以自然的推高杆，可以扒右下角。第三局，陈思明胜，比分3-0。谢谢。开启技术风模式。开启暴力风模式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第四局，陈思明开球。啊，继续。再来看陈思明的开球，
右边中袋没有扎进啊，左边十三的力量小了一些。选球，左下方十四，十秒。准进，好，再来，先看九。右下没问题啊，这球，但是十五的右边底带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杆看有没有想法，轻轻的用中高杆右边轻顶一下，带一下呢并不是很正啊。再薄，太厚了，没有打进。这个位置的单色，右边有一颗六，但是角度有点偏大。K 五可能也是个薄边，而且这杆的难点有点多。四、七、二号的带口，包括上方的五。十秒，五，先防一杆，不过这个位置的十三中带漏了。一打一 K， 底带这个十二号还是不好打，十一的右边也挡住了，这个白球位置不好，前还有一个大角度的十，白球向上呢容易两库勾红三。勾到红三之后，这个下方先看传球吧。左边中带，这个位置
下方邦进。想二次的撞击啊，但是还是差了一点点，这个十二呢往带角右边太多了。那么看下杆，十二号九贴库，勾肋杆中带，黄一二号七这边还可以帮进，还是要稍稍的再等一杆，不然这杆直接拿黄一左边去 K 七也是比较冒险的。再来，看帮进之后白球放的位置啊，比如说打包边放带口，或者包完之后呢，白球尽量往二号下方放，放带口。好，双方要看一下示意。准，继续啊，看这个角度，目前底带是不好打的，看左边这个七挡住的话往下推，但是要小心二号，对，等于这个黑八可能不会叫的太好打，会变成一个大的薄球的角度。很直啊，十秒，没有打进。我这个位置留给陈思明呢，也不好进攻。对，再量量位置，打四打一半啊，带一些低杆的右塞下来，二八。挡左上角，白球最好贴库啊，不然还有跳球。还可以，右边横向的一库解球。还是想跳，要跳一个薄边，十秒，
好，再来。先看看上方做斯诺克的位置。十秒，延伸。这杆要帮进的话，传的要稍微正一点，这样才能停带口。漏黑八的话，黑八也没有带口可以打。两边底带挡。十秒，延时。好，看一下黑八的想法。翻底。那么这个球要贴着二号的上方过来。白球左边下方还有 K 七，撞到了二号。犯规，犯规。这杆球上手呢，看想法。下方两颗，上方稍微难一点的就是六号，你可以去摆六，或者是直接摆一个二号球。再来七，啊，这个位置的四是没问题的啊。带一些低杆发力啊，边库的左向右。再来，依旧还是需要下一些低杆。第四局，陈思明胜，比分4-0。谢谢。第五局，王宝山开球。
稍稍调整了一下这个力量，中袋扎进一颗。那么这个位置的花色，右边有一颗失意。这样瞄的位置呢，也是看一下这个九界十四。好，下方来看一下，前面瞄了一个九界十四，但是现在这个角度有点偏直。低杆又小了，再多一点的话十五还能 K 十四，需要再来调。还是不好，右中不好打，下方十，这样的话把好打的前面就都打掉了，后面进攻就会比较难。K 道没有打进，左下底的还有。强行的 K 了一杆，上方再来四，来看枪法，蹬到横向右边就是红三啊。直接低角度，角度向下，打二呢，用五去调红三右边，要打五，这个位置有点难受。角度还有一些啊，但是偏正。看看直接用低杆向后 K 红三，并没有，还是要蹬杆的中高杆右塞。底带没有。
先开眼三号的翻钟。十秒。延时。再来看白球，薄三放到八号球的下方，右塞不够，上面漏了个底带。继续的来看一下这杆白球的位置啊，接出来，刚好是漏了一个右边的底带，不过前面把带口这个问题呢先解决了，挡了一个黑八左边最近的带口，这杆球还有点偏直，不好向上去交位。看一下王宝山的想法，往右边推，推多少才能够打上方的底带，掉到黑八的右下角啊，这是关键。十秒。看这个二球，轻打没有位，是必须要发力的，发力如果有一点点吸库的效果，有可能角度会变成比较大的位置啊，奔着左边中带附近去，然后这个八号球右边底带就不好叫了，所以这个出杆杆法也很关键。对，这样的话就不好下来了。要中带接力吗？翻中吃库，进弧三，再往下一点，差不多。那这个球量到这个位置不一定能翻得到，难度是比较大的，而且可以稍打厚一点啊，带一个低杆右塞，把左边的漆给它刮进去，主要就是破坏。十秒。延时。还直接，那这样的话漏了。打漆要薄一点，而且不能用一个太高的杆法啊，中杆、中低杆。这球有难度。
准。第五局，陈思明胜，比分5-0。第六局，陈思明开球。看一下上手啊，一接六。单色，红三打进，上方四。继续把四啊，再打进。两边中带过渡，哎，稍微的有点分拆球啊，没有打进。这样的花色，上方11、94，下来之后呢，10号中带没有，看看右边这两颗，13、15。右下没问题，主要就看向下的过渡了。叫了一个冲带，再来打出4、9，过渡下方球。角度右边下来，然后看地杆的程度啊，杆法呢不要太低，就可以去走一个左边的位置啊，带一些地杆，右塞呢下一点点，要发力。还不错啊，一推顶力量呢轻一点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太厚了。单色左边中带6。
白球呢高杆上去叫四，角度不太好，太直了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右边下方的二号，白球呢不好向下交位，这个就打起来比较难。底带好打一点点的，右下方这颗也是看不到了。只能看看右边，争取可以打一杆双下。哎，打带防，看看这个力量，十五还是有。太薄了，五号的中带，带一些低杆顶一下十五，然后先打七后打二，继续准度，正常的中杆，这个球呢可以稍稍给点力，左两库都可以。有点向右，这个左上底带呢被十五挡了。对，要叫到左边打右边的带口，这个位置难受。高杆的话还要从十的左边缝隙上去，所以这个拿捏，而且要带点右塞。接到力了不行，变成翻带。这个看好这个角度，这个时候双下呢要拼准度，看白球，想帮进没帮进，再防一杆儿，
解球。十秒。袋口十二号轻推弹起，自然上方的底袋。右上角打进呢，先到赛点。第六局，陈思明胜，比分6-0，谢谢。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，正红胶边均匀回弹，铸就一流打感，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，制造好球桌，胶边选正红。注重打感，选奥斯本兹。第七局，王宝山开球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中带红三进。选颜色单色是非常好选的，右上方传球，左边中带单下，下方的15两边地带位置还不错。这个位置不好，看看左边的中带。再来，三颗球啊，过渡下方的5，继续。稍稍的有点轻。这杆球呢，因为左边有中带啊，所以杆法可以稍低一点，直接边库下来。直接拼了一杆儿，下方漏球了，底带有10，而且左边这个位置刚好有 K 球。看一下想法，正常推弹起的话，还可以用13再来去 K。
带下低杆，左边一勾，九，再来。这个位置呢，有点向右稍稍多了一些啊。看看下方的十四。啊，有些够。加上吧。看看白球的位置，叫到，角度还是有点偏向下。先看上方这个花色啊，十二号。推十四。绕过来，拼准度。可以，下方再来一杆准度。没问题。本场比赛结束，陈思明胜，比分7-0，恭喜，谢谢。好，恭喜陈思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！这场比赛里边，王宝山的准度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中间的一些交位还是出现了问题。再次恭喜陈思明，下一场比赛呢，在12:00，我们稍后见。